看见这个微电推都铺的了，大桥链。我家的水稻上过大爷了。害怕哈？来来来，搂着你，搂着你。都同意开闸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有原因的。91年涨过大水以后，我就到上海去叫板。我那时候9岁，那差一点点饿死的。天哪天哪天哪，洪水已经涨到我们仓库门口了，我们公司还有一楼都有几百万的库存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我们千万不能再涨了，我们的兄弟们昨天晚上都没睡觉啊，在这里不能再涨喽。三尺大桥啊，中间一根塌掉了，塌掉了，现在两边已经不能走。八大楼给抖音，哎呦这鱼来蹦，哎呦这开始放大了，八大楼，哎呦这鱼来蹦，哎呦这放的有点小。那边全大领导，麻烦你看这都演完了。哎，我的天！哎，我的天！八大楼，鱼来蹦，我的鱼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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